Hello， 大家好。那么有段时间没有拍 vlog 了，今天我要去英国，这个是我第一次去英国。我的 YouTube subscribers 已经破了100万了，所以我就想要说奖励自己一下。原本之前是跟自己讲说，这趟旅程是不要拍 vlog 的，纯粹就是去旅游，完完全全的放松自己。那么现在我突然又决定要录 vlog 了，想要记录下来我的这个旅程。14个小时的飞机终于到伦敦了，这是我第一次坐这么久的飞机。现在这里是下午5点多，跟马来西亚的时差是7个小时，所以是说现在马来西亚应该是接近凌晨1点了。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去到我们的酒店了。我们到酒店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在酒店了，对我来讲，这空间刚刚好，不很大间呢，可是还 OK， 然后也蛮舒服的。哎，你开你后面那个厨一下。哦，对呀、厨房才在厨。哇，省空间，厕所，不大间，但是也不错，刚刚好了。所以接下来5天，我们都会 stay 在这边。我们刚刚在酒店穿好了了，然后现在就要出来吃晚餐。你们看，现在是这里晚上9点16分了，可是嘞，天还这么亮，这么亮。Tesco Express， Tesco Express， S 呢？Amongst the waves, exactly where I wanna be. I am where I wanna be. Remember the stars. 我们现在要回去酒店了，休息一下，明天早上再出来了。今天是第二天，然后现在是早上10点多，那么我们现在就要去一个皇宫参观。真的是人太多太多了，就是人挤人，然后又一直很难看到里面的表演，所以我拍的也不多了。那么我们现在要去下一个地点，我很伤心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在我后面的这个很像就是大笨钟了，结果他在装修。Oh no！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？是我的错觉吗？可是这个真的是大笨钟，可怜嘞，看不到大笨钟。这边超难找垃圾桶了，真的是超难找了。这个就是 London Eye， 然后大笨钟在这里。哎，大笨钟至少还可以看到一点点时钟啦。哎，好过没有了，好过没有了。你们看这里的天空，很蓝。完全没有云。现在我们要坐地铁回家。今晚的晚餐，你煮，我不会煮。会啊，你会煮啊？听说你很厉害。我煮
Maggi 面。我们正在寻找灵感，再想一想今晚要煮什么。三杯，谢谢你煮给我吃。哇，香哎！对耶。好吃吗？好吃，阿北煮的最好吃。今天是我们在伦敦的第三天，那么现在是10点多，我们才刚准备好要出门。来了英国第三天了，我都还没有吃过英式早餐。哇，哈哈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明明只熬得了一点东西，结果整个桌子满到完了。被吃到一饱吗？饱，超满足。是的，我吃了一个钟哎。我们在这里吃东西是那种很 slow， 很享受，很 relax。其实呢，我们每一次旅行的时候，我们都没有什么 planning 的。我们是那种明天要去哪里，现在还不知道，今晚去玩，回家哦，我看明天要去哪里。我们是属于比较随性一点的旅游啦，这个是我们旅游的方式了。我们现在要进去这个王宫里面参观 ，Let's go！ 哇哦，很大！哇，真的很大哦， yeah. 不知道走多久。我只能爱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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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永远，每一天期待相见，每一天不是。哇，老喂，这么多人，要排很长的队的。里面是看什么？珠宝。好像里面不能够拍，所以不能够拍给大家了。今天是我们在英国伦敦的第四天了，那么今天我们会跟团，就是一日团而已啦，因为我们要去的地方呢，自己去的话会比较难，所以我就决定说跟团就比较方便了。我们刚刚上了巴士，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小镇。我们就是要来看这个叫做巨石阵。
I'm searching for the lost and found. But you don't care, you're unaware. Keep moving like the storm. 今天是我们在伦敦的最后一天了。It's in the air, like a blazing flare. Don't stare, cause the flames will burn us. I thought you were the one for me. That's why I gave you everything. Held you close by the stormy seas. Oh, you meant the world to me. I used to kiss your head when you cried for me. Hold your hand while the pain was over.现在我在机场了，那么我的伦敦之旅就这样结束了啦，所以这次的 vlog 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一个video见，拜拜。